我在吃的时候跑进两个人来啊，女生啊，后来知道一个是鸡童，一个是有钱人家的大太太，来找我朋友聊天了、啊。谈神啊，或鬼啊，那谈神附身啊，啊，哇，怎么样？我天底下真的有这种事吗？有神有鬼啊？不是人死了一了百了吗？啊，那还有什么神可以附在人的身上？哈、啊，我还可以办事救世的哈、啊，我听了就真的嘛，有点好奇啦、啊。我说想一想，因为听他们讲的活灵活现，应该是有嘛，不然怎么会这样啊、哦？所以有人在问啊，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啊？啊，我就去了，我就从南京东路开上去到南港交流道，右转下来哈、哦，那么到那个北极公路那边哈、哦，有个圆环，那我想。那个地方应该在北极公路那个圆环哈、哦，右边附近。我就想，好像本来想要靠右转，想要停车下来问一下，结果第一次的神机就出现了。那脑筋想的是右边，要想方向嘛，要向左转，右转，结果呢找不到，向右转，向左转，向右边，所抓的是向左转。刹车刹不住，怎么刹也刹不住，然后呢就莫名其妙就从一个巷子里头就开进去了，没有任何意识的啊，这个就开进去了。我就在那边在那边一直刹刹刹，等到我刹住的时候抬头一看，哎呦，就在前面，那宫啊，那宫庙啊，而且就在前面呢、啊，我怎么这样子被带进来的呀、啊？哦，就很奇。第二一走进去。台湾的那个哈、哦，这个神坛哈、哦，有宫庙的，这个、有基隆的这种宫庙哈，有一个当地的一个道堂，知不？嗯，哈、哦，当地道堂。那个道堂竟然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，而且哦，他是那个陆军官校毕业的。我还当过飞弹连连长的，很高科技吧？哦，而那个时候他在当高中的军训教官。怎么？因为在我们一般都属于知识分子了、啊、哈、哦，这些党批斗头有一点，啊、哦，不是很尊重，啊、哦，结果怎么是你呀、啊？啊、哦，那第三，我自己也去问啊，反正就好奇嘛。就去问呢、啊，哇、哦，好准，好准，把我过去的讲未来不知道了啊，讲过去讲的好准好准，我说哟，怎么这样子的？好像那个人就一直跟在我身边一样，还有抓重点啊，把那个重点通通都给我抖出来，可以说的不可以说的，通通给我说出来，哦，这样子的，啊，完了以后我同学就住隔壁二楼。那请我吃饭留下来，然后又继续讲，这就引起我这个很强烈的好奇心。只要那边有办事哈、哦，他们说就是办事的哈、哦，我就去那边有法会我就去。哦，就从这个长期的观察当中哈、哦，看出了四个结论心得。第一个。人的生命永远存在，不会消灭。你们这一条生命不是父母把你们生出来才开始的，不是。你们自己这条生命原来是没有肉体的，老早就存在了，不晓得已经存在几千万万年了。啊，只是这个时候你有资格，那么来做人，变成有肉体的生命，也加上你有那个愿意哈。成全你这个肉体生命的父母，如果碰像现在就很惨了，对吧？避孕啊，那个没辙了，对吧？万一你武功高强啊，这个投胎成功，上个月之内还可以把你拿掉了啊，把你提早请出门啊，啊，那是刚好哈、啊，那父母接纳，愿意成全你。
然后住在妈妈的肚子里头，吸收妈妈的营养，壮大自己。十个月，那个妈妈肚子那个房子太小了，住下去不舒服，所以自己冲出来的。如果不是你们自己要出来的话，妈妈绝对没办法把你生出来。好、哦，你们有生孩子的经验啊、哦，他不想出来，你怎么生都没办法。好、哦，啊。好、哦，那生出来了以后的话，表面上是父母在喂我们，对不对？其实不对，啊、哦，是自我们吸收妈妈的养分，啊、哦，你不吸收妈妈哪里没辙？就算说你挤出来灌进去，你不吸收养分也没用，对吧？所以整个生命的成长，你们从没有肉体到有肉体，是你自己。把父精母卵拉在一起，你跑进去，就变成哦，你有肉体生命的开始。然后你吸收妈妈的养分，壮大自己。哦，离开母体又一样。哦，妈妈、爸爸喂我们，但是我们吃了，我们吸收养分，啊、哦，来壮大自己，成长自己。啊、哦，到了成长时间到了，过了以后啊、哦，那也要轮到你们去成全别人的生命了。现在人很不该的。都不生嘛，哦，那人家成全他，他不成全别人的生命，其实很自私的，哦，不该的哈、哦，啊，所以他应该轮到他啊成全别人的生命，啊，等到你成全了、啊，到那段时间以后啊，六七十岁、七八十岁了，这个房子、这个壳啊、哦、老旧了哈、哦，不能用了，算个房子吧哈、哦，那就要离开啊。离开以后回归没有肉体的生命，啊、哦，没有肉体的生命的话，哈、哦，那么用西方的那个神教来讲，哈、哦，他说人间天堂地狱嘛，那你如果人间你善用你的肉体去帮助别人，好、哦、去修养自己，那你提升你的生命就往天堂飘啊，啊、哦，升上天堂。你恶用你的肉体这个工具的话，去伤害别的生命的话，哈、哦，那么就往下沉了，是这样子，啊、哦，还是存在的，存在好的地方还是不好的地方，啊、哦，那佛教分的最细，分的最细，啊、哦，分两大类，圣跟凡，那圣有四圣，啊、哦，佛、菩萨、辟支佛、阿罗汉，凡有天人、阿修罗。畜生、恶鬼、地狱啊，哈、哦，一样啊。你帮别人的话提升啊，哦、啊伤害别人往下沉沦了、啊，哦，我说哦，这个生命现象是这样子哦，那这是第一个，哦有生命不灭了，啊、哦，第二呢，哦有真的有神有鬼的存在呢，哦，真的很啊，还有。哦，那个人神关系跟人鬼关系很密切的。以前的人常听人家说信就有，不信就没有，错误。信，我不以前不相信呢，不接触没有啊，对吧？你们今天不相信有文化有这么一号人物的话，你们不来，你们怎么相信我的存在呢？啊，你们信来看看，哎，就有了嘛。啊？说的一样的道理啊。你相信，你去接触，哈、哦，你就会感受它的存在。啊，你不相信、不接触，没有办法感受。但是不因为你不接触、你不相信，它就不存在，哈、哦，不对。所以以前我不接触，我当校长，教员在讲生讲过还被我骂，胡言乱语，什么时代啊？那怪力乱神，讲了一大堆哈。哦后来他们就问我，开一开我玩笑，哎，校长，你以前不是说我们是怪力乱神吗？迷信吗？啊，你现在呢？哦，所以自己不懂的时候，不要随便批评。所以这点我学得很乖，不了解的事情好闭嘴，乖乖的当听众。好、哦，好、哦，所以真的人神关系。人鬼关很密切，人神关系多的话，铁定你这个人前世在世的时候做了很多好事。
那人鬼关系密切的话，哈、啊，铁定你前世今世啊做了很多坏事，伤了很多那些来找你算账，哦、啊，这关系很清楚。哦、啊，还有这个已经认为死了这女儿了，后来才知道，佛教讲的最清楚，因为我懂了这个以后，我每一教经典我就读，啊。犹太教的旧约圣经，耶稣教的新约圣经，回教的可兰经，后来叫古兰经了、哦、啊，佛教的那个什么妙法莲花经、地藏经什么经啊、哦，我读了很多，啊，道教的也读了，啊，读到最后的时候是说，哦，这个生命现象啊、哦，那么当中呢，佛教啊、哦、解释的最好，他把人的这条灵魂这个生命啊。哦啊，分成有八种能耐，那叫八识，八种能力了。第一个有看的能力，眼、耳、听的能力，眼、耳、鼻、嗅的能力，哦，味觉啊，啊，啊，触觉，啊，那个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意在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我们这条灵魂哈、啊、灵哈、啊、有分别的能力，分别啦，因为我有这个分别能力嘛，所以我在这里知道哈、啊，女生，男生，女生，男生，女生，对吧？哈、啊，这就是我们有这个分别能力。比如说我们喝茶，有人说我这个好茶，这个不好茶，因为有分别能力，啊，所以是有这个分别能力。第七。佛教叫做莫那识，翻成中文叫做这我识。其实哈、哦，我们人的生命最大的问题在这一识，在这一识我识，啊，就我们看到喜欢的要占有，啊，看到讨厌的要排斥，啊，要拥有要排斥，啊，我要怎么要享受吃喝嫖赌什么东西哈、哦，那我要行善或什么说，就是这个识。我是，啊，啊，第八是最恐怖，阿赖也是，啊，阿赖也是翻成中文的话就叫藏识，啊，藏，西藏的藏啊，藏识，对的，就是我们所看、所讲的、所想的、所做的哈、啊，通通会记录起来的，啊，用个取代的说明方式哈、啊，所以我们这条灵还有个超，是个超路。超强的摄影机、录音机，啊，因为我们所做过的东西，叭叭叭叭，通通录起来，看不到猫大，啊，但是哦，超强的记忆体，哦，啊，记上去的话，哈、啊，就好像那个账一样的嘛，哈、啊，记账的话是借贷原理嘛，对吧？这个欠的就要还呐、啊，哈、啊，欠人家要还呐、啊。啊，借人家的，欠人家要还嘛，啊呀，啊，人家欠你的哈、啊，也要还你啊，那个要还人家的，人家还你啊，哈、啊，这一定的，啊，这跑不掉的，啊。